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潜能起风上，掌控力量资源。可以看到我用的是北欧配大级的队伍，基本上攻击力还蛮够的，回复力也算不错。我们第一关的话，先来出一点 CD 好了，这个力道稍微掌控一下，不要会太痛。还 OK， 力量还 OK。哎呀，笑到母猪，球大！哇靠！哇，哎呦，不要笑这个，要按住一笑会不会死掉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他只有8万的血而已。我自己最后关是什么，我满载啊！这个一次通关的这个，好加载。一次通关的，所以我们打到尾王再说好了。基本上，假如不是妲己前放素材了，我就会放弃了。因为我妲己才缺一个素材。为什么现在水油鸭要开因为下一关那个自爆，所以我先开出来。以备下一关使用，可以省下一次的 CD， 五万就会破防了，所以这个要小心一点哦。这个我们就挑个顺序好了，血量很少，所以基本上我一击下去会死一只。现在先补血。因为北欧有个好处，北欧的血量 OP 血量很厚啊。带鸭子的用意就是在这里。再来这关是腐蚀风化，他没有腐蚀，那就直接扁好了。也没出现。基本上应该轻松打十几万而已。这关也是一样。反弹没错，反弹没错。为了避免我们攻击力不够，所以我转一下这样。当然，攻击力是一定够的啦。因为血就17万左右而已，那随便一只都可以 K 掉。这血量我不太知道，我先让他打一回合好了。这回合因为没有把握，我怕天降一个状况发生，我们坐旁边一点。4000多，CD3就好处理了 ，CD3就好处理了。有一点点血量，有一点点血量。这个部分我决定开阎魔王，不希望尾刀在这边跟他凹。尾王希望出现的是妲己啊，我是希望妲己。漂亮。个十百千四十万，
哦，要挑战我们的攻击力就对了哈。我先削这样看看。啊，他血很少，没问题。哦，打一下10000多哎，好像我带鸭子。哦，新珠，给我新珠。牙齿一定要转，哎，漂亮！这个我们不要太紧张就好。其实上基本上是有点紧张了，说真的，因为我不想要吃石头。啊靠！哎，听说这是随机的哦，吃吧。我不想再拼那个随机了，刚刚自己手残了，没办法。哦，这个是可以省下来的，我吃了就吃了。哦，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，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。哦，以上是这个最后手残的一个转注。哦，我知道有人说要开爆发或者之类的，有没有？啊，我就没开了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以上这个那个，哎，这什么关卡？哦，潜能起风哦的示范，哦，给大家参考看看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